Ailee 吃饱饱献唱鬼怪插曲，泰民露结实双臂热舞。Ailee 左与泰民载歌载舞嗨翻粉丝。图亚视传媒，2018年4月22日。拼盘演唱会 Best of Best 今22日来到第二场，嘉宾 Ailee、Jimmy、泰民、少女时代校园及队长泰妍轮番上阵，而铁肺歌姬 Ailee 一袭黑色薄纱洋装，摘露香肩与双腿，带来数首夯歌，更表演鬼怪中的插曲，让粉丝尖叫不已。Jimmy、老的泰民傀儡10个月再登宝岛，这也是他季中炫过世后首次在台露面，舞台上劲歌热舞，同样获得满堂彩。有铁肺歌姬之称的 Ailee 以夯歌 You 和 I 开场，惹得全场尖叫连连，而他昨21日就底台，舞台上透露吃了牛肉面小笼包，所以元气十足，自认表现不错，在表演鬼怪插曲如出血般走向你时，台下歌迷听到前奏兴奋不已。 Ailee 更询问大家有看该电视剧吗，全场热烈回应有，也知道插曲是他所唱，让他相当开心。Jimmy、Ailee 泰民，图亚视传媒，2018年4月22日。Jimmy、Ailee 老的泰民傀儡10个月再登宝岛会台粉，他今穿黑色西装登场，带来夯歌 Danger Love， 表演完脱掉外套，摘露结实的双臂，惹得全场大叫。而对于99未造访台湾，泰民表示，我没台湾的这段日子真的很想念大家，你们是不是也很想我，再度使现场尖叫声不断，随后以 Small Flower、 Hypnosis、 Goodbye、 Move 等歌曲画下完美句点。铁肺歌姬 Ailee， 图亚视传媒，2018年4月22日。